您现在看到的就是事故发生地的监控摄像机拍到的事故发生的全过程。2月25号，一辆卡车正在缓慢通过一条铁路，这时一列火车呼啸而至，把这辆卡车拦腰撞成两截。被撞的卡车在移动中扫到了一名过路的男子，男子随即从镜头中消失。当一切停下来的时候，救援人员发现被撞的男子正一动不动地躺在附近的地面上。这名被撞的男子名叫托卡奇，后来他介绍说，自己醒来的时候正躺在地面上，而对于刚才的事故他完全没有记忆。3号，托卡奇还特意与未婚妻一起举行了一个小型庆祝活动，庆祝自己获得新生。他表示现在自己非常珍惜生命。一切应该值得。